你要去哪？家里有事情要先走。啊？上次那约好不？哎。天秤座的朋友，平常受欢迎的你，孤独是本周的课题哦。你平常是不是都用一些小聪明，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呢？这样很怪耶。我要提醒你哦，这样的小心机会让你在本周受到一点小小的惩罚。